两人不捌，忧伤的滋味，一切拢才拄啊开始。那个，其实啊，各位不要被我的歌骗，完全就只是那个救国团和弦就可以把它搞定。所以，只要是走过民歌时代的青年，基本上都是可以写歌，会就是听了之后会是会觉得我爸上装可爱这样。特别是我们那个水云街，我知道我今年再不唱它，我已经唱不起来了，不能再装青春洋溢的样子，然后要很努力忍住那个沧桑的样子，绝对不可以。因为譬如说像那个伊雅，它其实就是那种已经有人生的那个味道，可是。对啊，你不能够唱的像我们那个音乐总监王俊杰，他就说啊，这是菜锅的两部戏。对，他说他听的，他听的。对啊，就是大家会朋友们会耳朵会帮我听啊，就是哎，你这样子，对啦，是有你本来的味道，可是跟市场一般的那个听觉上面还是要去调和一下，所以其实这张专辑在这过程当中被修理的还蛮好，半年是九年生活下来的人的那个身体基本上是不能唱歌的，好像那个毛巾干干的，干干瘪瘪的，完全没有什么弹性，而且加上没有运动，然后年纪又比较大一点，那个纤维已经开始在老了，要去按摩，然后要去很努力的打通任督二脉啊，所以真的是靠临产妇生小孩，黄泉哥还是早一点生。对，天地昨天当最少，最后一班的火车。我甲伊离一条一条，愈行愈相恨。早前过火的心弦，大雪青春的少年。两人不捌忧伤的滋味，一切拢才拄啊开始。不行，那个谁都还没起床。我甲伊去山峦的路上，亲像要跟海风飞。早前飞花的心思，唱出天下的歌词。两人不捌原来的滋味，一切拢才拄啊开始。然后第三段是一直嘟嘟嘟嘛，那个其实吼是要给各位加上自己的口白。听你怎听，我靠，那个某某人还看到淡水山，因为火车实在太多人，所以客不到。真的吼，各位去发挥，基本上咱这个台语的口白拢真趣味啦吼。啊，乐乐等，你得当家己。你头壳内底放自己的幻灯片这样，然后有一首属于你自己的美单线这样，还蛮爽的。可是，在专辑里面完全感觉不出来。然后就是这句的那个，这首歌的主标题就非常经典的这两句话：故事发展真简单。初恋要有结果真困难，虽然交往要几多冬，分手啊嘛是着海甘愿，只是我看着长长的淡水线，就会来想起彼当时斗阵的日子，彼段渺茫的过去，只是我看无。就会来想起这当时，伊在唱什么，谁人在陪伴伊？今年热天的淡水山，终点站的房车，我甲伊早就结束了，各人一路家己行，这几年来的心情。可怜之苦，你知。
上位，那个还没暖身，所以根本都唱不上。优秀的作弊，一切拢才拄仔开始。